你坐好下班，作业坐好下班。干什么呀？啊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上级的命令，外边听着告示，住在这里的人啊，3天之内全部给我搬走。为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家祖上的财产给我留下来的，我们家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国家了，就剩这个院子了，让我们搬到哪儿去啊？老爷子，你跟我们说这个没有用，我们呀只是执行命令。啊，这边这边这边，不行，不行，谁也不许搬。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事找我们赵主任说去。贴，赵长工，这告示你都看见了，赶紧的搬吧。我呢已经给你们单位商量过了，你们搬到无线电厂去，接着搬，赶紧搬。走，走吧，快点快点，这个地方不能动，不能搬。你看看，谁敢动？没错，这是你们曾家当年捐款给解放军的证明，啊，这没错的。但是功归功，过归过，功过得分明啊。这上面也没有写，你们曾家大院不能搬呢。接着搬，不要停当的，不许搬，不许动我的家，不要停当的，谁也不许动我的家，不要停当的，不行，不许动我的家，不要停当的，都别动。向阳，谁敢动我家？谁敢动一下试试？大向阳，你可是先进，你不要不识时务。赵主任，做人不要太绝了。你妹妹已经光荣的嫁给火车头了，你也扬眉吐气了。可你别忘了，曾家大院你们无偿住多少年？你可以恨我爸，但你别把人逼到绝境了。我们无偿住，曾家大院是人民的，不是你们曾家的，是国家的财产，就应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去为人服务。如果我现在就去市革委会揭发你公报私仇，为了你妹妹欺压打击我爸爸，为了霸占曾家大院逼我们搬家，你还会这么神气吗？到时候，你就是人民的罪人。曾向阳，你别忘了，是谁把你提拔成先进的？你在和谁说话？你要注意后果。怎么着怎么着，有种你把老子打瘸了，把曾家大院炸平试试。向阳，说什么呢？曾向阳，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。秦科长，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呀，在这严峻的时刻你要把握好啊。你看看你们一手培养的先进现在是什么样子，我都替你们感到痛心。我让他们增加搬家啊，是等于拆了资本主义的老窝，帮他洗清肮脏的家史，把他们拯救出罪恶的深渊。你看看他什么态度，什么理想，居然当着我的面把先进的牌子砸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不喜欢这个先进，有人喜欢。就这收拾出来了，我哪也不去，王鹏会回来的，他会找不到家的，还有我的儿子。向阳，我们哪也不去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王鹏，他一定会回来，我们都在这儿等着。你不是要爱情，要自由吗？这下你彻底自由了，向阳。你原谅爸爸吧，
爸爸没有想到会这样吧？我也不愿意妻离子散的。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了，你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了。让我照顾你吧。爸，我们走吧。静玲，静玲，我哪儿也不听。 方方，还有下次，下次他们一定会找到方方的，你放心。 方方，方方，方方，刚刚终于找到你的方方。妹妹，看什么你？赶紧，要不要走开，走开。对不起，他妹妹丢了，我们急着找他妹妹呢。你怎么也不把他看好点儿？找人都找疯了，赶紧把他领回家去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妹妹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要是找不着妹妹，我就没法去见我妈妈。我必须留在城里找妹妹，一年找不到就两年，两年找不到就三年，我就算找十年，我要把妹妹找着。曾先生，你一直是在要求下乡。前几天，你把先进的牌子砸了，把赵主任气得够呛。是他做出的指示要你下乡。 好好的改造，他已经在你的申请上签字了。下乡容易，留城可就难了。你现在先进没了，再下不了乡，你在城里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。赵主任那里我回去找他，随便他怎么样，我留城是留定了。你再想想。